今晚的导演主持人一家，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百合恋的剧场当中。这一次百合恋的故事啊，是由屏东的鬼才导演改编自台湾十四族原住民族之一的卢凯族八人传说，叙述马勒与百步蛇神在这鬼屋边相恋的爱情神话故事，非常的动人哦。提到了卢凯族，首先就来欢迎远从达勒的部落而来的勇士天妇女来跟大家见面了。用来打招呼的方式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勇士跟妇女的头上佩戴着百合花。首先来介绍勇士的部分，在卢凯族当中，男生佩戴百合花代表他是一位很会打猎的勇士哦，必须猎到六头以上的公山猪才能够佩戴。哇！哇！底下还有粉丝哦，可是哪位是粉丝爱的孩子？接下来，好，我们来介绍妇女的部分。在卢凯族当中，女生佩戴百合花代表贞洁的意义哦，必须通过长辈对于道德操守的检验才能够佩戴。哇，气质非常高雅，孩子不敢亮相吗？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也是非常重要的象征，就是百步蛇。在卢凯族许多的器具跟建筑当中，都会看到以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来代表着百步蛇，并且在百合恋剧中，族人们为了表达对于百步蛇神的敬畏，都不敢直接称呼百步蛇神的名字哦，而以那一位来称呼百步蛇神，足以看见百步蛇在卢凯族当中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百合恋剧中有许多亲情爱情的场面，在这边也要介绍大家认识非常特殊的婚礼仪式。首先为大家介绍秋千婚礼。在秋千婚礼上，卢凯族的新娘一站上这个秋千，由新郎来摆荡秋千。新娘荡得越高，就代表她对这段爱情是越加的勇敢坚定，也才能够得到越多族人们的祝福，并且新娘这一生就只为新郎做这一次的摆荡。在秋千婚礼之后，新娘的母亲会拿着木盆，里面装着清水，用来洗涤即将出嫁女儿身上的某一个部位。无家够了，有奖征答的时间又到了，大家来猜猜看，到底母亲会来洗涤女儿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呢？看到大家都举手，我让你们看了200场。好，首先放下来。好，我来看谁举得最快哦。高山金针。好，这位已经站起来快飞起来的小妹妹。我今天看到什么？洗脚答对了，掌声给他鼓励。这位小妹妹应该是守候在舞蹈馆很久了啊。这个就是卢凯族著名的濯竹礼，在濯竹礼上，新娘的母亲会用木盆装着清水洗涤女儿的双脚，代表着洗脚净身。母亲要将女儿洁净无瑕的身体交给新郎，并且在濯竹礼之后，会用这块白色的布，也就是著名的贞洁布。贞洁布将会紧紧地缠绕在新娘身上，非常非常的紧密哦，也代表着母亲要将女儿纯洁的身体交给新郎。并且贞洁布只能在洞房花烛夜、新婚之夜的这个夜晚，才能够由新郎来把它解开。并且新郎也是费尽千辛万苦，非常非常努力的才能够解开贞洁布，代表着第一个要来考验新郎的力量，第二个也就是要提醒新郎要好好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幸福。大家看，我们新郎解得非常用力，还蹲了马步，大家给他掌声鼓励。100万小学堂
又来了。那边有小西瓜吗？好，那就是这个已经在舞动身体的小妹妹，请问阿姨是什么意思呀？再见，出口在那边，谢谢。当中就是再见的意思，并且你的尾音拉得越长，越代表那依依不舍的情感。所以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包括这么冷的天气还在外围辛苦叠罗汉的好朋友们，来，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哦。卢凯在当中再见要怎么说啊？阿姨，非常好，这么冷的天气说再见，中气十足。哎，这个卢凯剧当中，爸爸妈妈又要怎么说呢？这边也要教导大家，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跟我一起回答。卢凯剧当中，爸爸怎么说？阿妈。非常好，就是阿妈。那么妈妈怎么说？阿妈。阿公。不是，好，卢凯剧当中，妈妈就是以娜。以娜非常好，听到，来，我们大家练习一下哦。用力地喊出以娜。百合恋剧中有许多战斗征战的场景，那么如何让这些卢凯族的勇士向前冲吧去吧，该怎么说呢？非常简短有力哦，冲吧去吧就是以娜，就是以娜，有不是你马奇话一切都是以娜。哦，有没有非常好学哦？好，来，我们大家练习一下，拿出你的右手，好，拿出你的右手，非常有气势哦，产生了浓浓兴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连接到百合恋的官方网站，直接就可以连接到百合恋的官网，上面有着丰富的详尽文化解说跟说明哦。待会大家会在百合恋剧中啊，听到非常动人、非常美妙的歌声以及旋律，很欢迎大家在离开的时候，看到前方的服务台，把百合恋的原声带 CD 带回家，好好的珍藏。作为这次来到花博的永恒回忆，10%的收入我们回馈给屏东的雾海部落，要继续帮助我们的卢凯族能够蓬勃发展。在这边特别要提醒大家，千万要留到最后哦，不要提早离席啊，因为百合恋剧中处处充满了惊喜，一定要留到最后谢幕才能看到隐藏版的惊喜哦。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提早离开，而且今天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所欣赏百合恋的场次已经是倒数第7场次了，已经有超过22万人次的观众来给百合恋支持以及鼓励，并且也是小弟我最后一场倒音的主持，谢谢。而且能够这么深入的把这些内容借由导聆的机会传达给大家，我非常的感动有这样的机会，也请大家要继续好好的来支持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也支持我们百合恋这出精彩的原住民魔幻构秀。现在请所有好朋友们跟着我，在我高喊百合恋之后，我们大喊一声一啦，准备进入今晚的精彩好戏。这也是我这一生最后在这个